Hello， 大家好啊！嗱，唔知近期咧，大家會唔會覺得咧，就個喉嚨咧好易乾啦，同埋有陣時咧，朝早起身咧，又會有幾聲乾咳嘅喎。咁皮膚咧又開始變得乾燥啦，同埋啲刺痛咁樣樣嘅。咁如果有鼻敏感嘅朋友咧，咁又可能會開始覺得個鼻咧有啲痕喎。咁咧就可能咧就係出現咗呢個叫抽搐嘅一啲症狀啦。咁其實立秋之後咧，咁就要留意以上呢啲情況啦。咁點樣樣咧先可以減少咧呢個抽？抽躁嘅情况咧，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秋天养生嘅三个要诀。咁运动咧就一定系最佳嘅强身健体嘅方法嚟嘅，咁又可以咧令到我哋咧即系心情咧就放松啲啦，同时咧亦都可以令到嗰个血气运行咧就顺畅嘅。咁但系要注意啦，如果你秋天去做运动咧，千祈就唔好太剧烈啦，咁因为秋天咧就容易伤到个肺嘅，咁不如咧就做一啲即系剧烈运动啦。咁同埋最好咧就系拣一啲唔会太出汗嘅，或者系一啲缓慢少少嘅运动。譬如是什么呢，就是瑜伽啦、慢跑啦、游水等等的。另外呢，若果要做户外的运动呢，就要注意防风啦，否则出了汗之后呢就更加容易病的。咁秋天咧就需要咧就係養陰益氣啦，因為乾燥嘅天氣咧就好容易傷到我哋個肺啦。咁養陰咧就可以咧防止呢個肺燥啦，益氣咧就可以咧就係温養呢個肺氣嘅喎。咁所以喺呢一個時節咧就可以食多啲咧就係一啲養陰益肺嘅一啲食物啦，例如係咩咧，就係百合啦、銀耳啦、淮山啦、蓮子啦、蓮藕啦、一啲菇類咧等等嘅。咁呢啲食物咧仲可以咧就有一個清熱啦、通便。嘅功效添嘅喎，同时咧就要避免食一啲辛辣啦、煎炸嘅一啲熱氣嘅嘢食添噶，咁否则咧就会加重咧嗰个抽躁嘅问题噶。咁另外咧，秋天咧就容易令到嗰个肺部嗰个嘅津液不足嘅喎，咁大肠咧亦都会因为咧就缺乏呢啲水分咧就容易引起呢个便秘嘅问题噶。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咧起身之后咧就可以饮翻杯暖水，咁咧就可以促进呢个肠道嘅蠕动啦，同埋咧亦都可以改善。呢個便秘嘅問題添㗎，咁亦都咧可以幫我哋個身體咧就係補濕嘅。如果大家都想轻松做到呢个润燥的效果，不妨就可以试下我哋 Aropa 四士合的呢两款嘅即冲嘅养生茶包。第一款就是呢个凌晨安睡茶，它就可以做到就是养阴生津啦，润肺清心啦，安心养神啦，健脾养胃啦，补中益气等等的。而呢一款的消脂美颜茶咧，咁亦都会有一个就是养颜美容啦，同埋补充我哋人体水分啦，促进咧呢个体内一啲嘅毒素去排出啦，同时仲可以做到咧就系呢个抗皱同埋降血脂添噶。嗱，咁有兴趣咧就可以去到我哋 Aropa 四十嘅网站咧了解更多详情噶。咁秋天嘅日夜温差变化咧就比较大嘅，咁越夜咧就越冻啦，个寒气咧就越重，咁寒气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入侵我哋嘅体内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留意咧就系保暖啦。咁若果咧大家外出咧最好咧都系带定条颈巾啦，或者系件薄外套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譬如好似鱼生啊，或者一啲冻饮咧就尽量要减少啦，咁避免咧就伤到我哋个脾胃噶。咁同时咧最好咧就尽量咧就系做到早睡早起啦，咁就唔好咧捱夜啦，咁就可以咧就系敛阴养气嘅。嗱，咁今日咧就分享去到呢度啦，下一次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啲养生嘅心得噶，记得啦 like 啦 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段影片出去啦，等你身边嘅朋友咧都可以知道呢一啲秋天要留意嘅一啲保健要诀噶。咁仲有记得咧继续咧就 subscribe 啦，同埋 follow 我哋 Facebook 啦、IG 同埋 YouTube 嘅，咁就唔会错过一啲我哋嘅其他嘅分享噶啦。咁下一次再见啦，拜拜。